是不是不介意我给你的草鸡？无啦，我无迄个意思啊。那安尼你是安怎要甲草鸡摕去给罗秋做零钱？罗秋就因为卡米拉的代志，甲小杨闹到有一点仔无啥爽快，我就想讲摕草鸡代替小杨甲罗秋回死嘞，想袂到罗秋无食，啊，顶多去人看到。才会补加一大堆银仔话。哦，你做了真对，阿兄嘛无做唔对。乐秋，交予我来去处理啊，一定予伊甲阿兄欢欢喜喜好好。有这个小妹嘛是袂歹。这你做的哦？是啊，这是我替朋友做的。哇，做了真好诶！你嘛做，甲这同款倒较好啊。小姐吩咐的，我一定照办。那就叫你结婚啊！我有名，美丽的美，彩霞的霞。小姐就是小姐，这穿好是袂当改的。刷刷去啦！一定要做好哦，你有答应我？一定的。咱细汉时阵常常咧耍啊，你袂记哦？爱记哦。阿兄，人惊人是会惊死人诶。暗暝山鸟，搁走去军营遐房间，我抓到。啊，毋是为着你，军营遐好心替你去甲罗秋回死嘞，好心无好报就煞，搁害罗秋去互骂五回。若毋是我跳出来打哦，罗秋搁要有麻烦啊！代志不甲乱糟糟，拢是为着你一个人诶，你敢袂歹势哦？好啦好啦，我知毋对啦，我向大你赔罪。安怎赔罪？只要你甲人约出来。开拢算我的，讲话算话哦。当然。大人大正的，搁你搞手指。哎，幸福。